反正就算我跟大炮讲，他也只会哦，对啊，是哦，饿啊。严嫩，你到底做什么生意啊？为什么那么有钱？我也不知道，就遗产领得多啊。你做外汇哦，还是一起参加这样？扣零哦，问吧就急。真的、哦，那天看过去的房子都是你的这样子。哎，严嫩，车借我啦。哎后，我先帮你加个油啊。但是你要换个颜色。换颜色哦。大伯跟你讲一讲，你等一下讲说，我讲说要过户给我们。那我怎么办？我没有车嘞，我只剩了哈雷。你不是想要加入神迹如来教吗？这是路教费是吗？看你啦，看你啦。再买一台顺眼的这样子。哎呀，为什么你这么有钱，不买3000万的车，要买1100多万的车呢？他没有3000万的车啊。那就买最顶的2000万呢、啊。2500的太丑了，不好看啊。哦，这台比较好看啊。没有，我还在等他的。他好像还要最近还会新出啊，我在等那一台啊，那台出了我要买再买一台啊。过户给神迹如来教。要等他出来了我再买啊，然后买了再过户给你啦。不如，一言为定。哎，师傅，你先去看一下你喜欢什么颜色，随便的哦。哦，好，啊，走。师傅，你坐啊，你坐在车上，你挑颜色。没有啊，你开啊。我开啊。我刚刚已经开一轮了。哎，要改什么颜色？哇、哦，看它除了紫色以外都很好看呢。对啊。哇，紫色就他妈超级丑。哎、欸，试试看那个黄色。哦，黄色。Yellow。你要哪一种黄？蓝宝坚尼黄啊。蓝宝坚尼黄哦。就法拉利就是要红，蓝宝坚尼就是要黄，对不对？这样子够黄吧？这个好像不错。再往前一个看看。再往前一个。哎、欸，哦，下一个好了。这个，他等一下他还有一个细部的可以调啊。哦，细部的。对。等一下我们去酒吧。酒吧在北美哦。我们去当那个黑亚郎啊，装扣一下啊。啊，那个下面那个光要调掉是不是？下面的光给他用蓝色后啊，蓝色给他冲啊。蓝色、哦、呵呵呵呵。好，那就先这样。好，先这样。开高速公路，飙一下。看一下它极限在哪里啊？对啊，吹到底，吹到底，哇、哦，一下就过200了，哇、哦，加200多了，250了，我好爽呢、欸。哦，好像差不多，最快就250左右。哦，现在260了，260了。对啊。哎、欸，你的速度快到我听不到声音了，好屌哦！快到听不到声音啊！哦，快到那个风声都有点，都有一个风声过去的感觉。哦，300了，现在300多啊，300多。哇，哎、欸，换我，看这个直线这样甩过去就应该就有了哈。有，开前面这个大小，来，前面那条真的假的？是要回转吧？啊，回转也可以啦。回转感觉比较直呢，300哦，你开到300多少？刚刚好像300几耶，师傅没问题吧？我安全带系好了，我也系好了，可以，这直线我相信师傅可以的。直线如果摔我他妈的就烂了，这真的是快到讲话都有点听不太清楚耶。对，哦，我觉得要大一点音乐才有感觉。我刚刚有开到300，可是为什么到后面好像尾数就卡在200多，后继无力。对，我来，我再放一下音乐好了。这什么音乐？哦，有没有感觉？哦，有。哎，可惜这中间不能再载一个妹妹。哎呀，哦，这时候开这台车去传教，你觉得我们会成功吗？哦，我觉得成功几率应该高个80%吧。而且我有发现哦，你一旦声音哦，这速度过300，我就听不到声音了。对啊，那个风声太大了、啊，对，风切声嘛、啊。这个车没有那个啊，没有顶棚，所以风会灌进来啊。啊，顶棚不能，它不是那个吗？可以加吗？他搞不好原厂就
就拔掉了。啊，我们现在去哪里传教啊？看一下去哪里？去警局啦。去警局哦？哎呀，警察都没什么钱呢。那也要把徐真真的钱拿回来吧？哦，可是他现在是局长，是不是？哎呀，他现在是局长啊。他警局没有人了。哎呀，可能也要抢劫，会不会跑去抓抢犯呢？是说昨天 FBI 后面你觉得啊，到底是怎么样？就想破坏我们的感情，让我们吵架。对啊，可惜看起来应该是失败了。他想要让我们三个吵架，又想要让我们跟藏衣社吵架。对啊，有这么简单吗？等一下，等那个看那个大炮邓来了，我好三个一起来讨论一下半神机大会的事情。好，等他回来。去医院，然后把车子停在医院，还给那个眼呢。好，啊，他说停在这边就好，应该是停在这就好了吧？好吧。教主，刀锋回来了，教主。哎呀，刀锋回来了。哎，那个护法嘞？你是护法、哦？法王啦，法王有一个护法啦、哦。法王哦，有一个护法，一个两个法王。我要再找一个护法来啦。护法大还是法王大？当然法王大、啊。好、哦。我先赞助你们一下啦。就等这句话，要给功德金对吧？对吧？哎，早说吧，真是的。你他妈给我活鸡！你要去拜拜是不是 ？OK， 不噜不噜，不噜不噜，收到活鸡。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，嘿嘿嘿。这个地方哈，我觉得因为哈大炮没 delay 了，反正就算我跟大炮讲，他也只会哦，对啊，是哦。喝啊，他只会讲这些，我已经知道他会讲什么，所以他不会给任何意见的情况哈。我看我跟干脆我跟你两个人，我们两个去找就好，我们自己去看就好。好，只是说在那边需要有些什么东西，出入口进出啊，那些位置方不方便等等。啊，我们就办在这里啊。这边啊，这边是你挑好的点哦。进来，嘿，过头了，过头了。这边啊，哎，加，这边位置很多，然后又有舞台嘛。哎，这一个点没败，对啊，然后还有一个点也没败，你看到、哦、这里来，这里就可惜的地方就是要晚上了啊。我是打算说、哦、灯光不够、啊，四个角哦，这四个角都放那个大大的那个台子，台子，嘿，台子，然后站四个人，然后从那边打光下来，啊，信徒就站在中间，哦，打斯巴赖这样下来。嘿嘿嘿，啊，我们就站在这边舞台这边，我们会站在这个位置的，站在这个制高点哦。哦啊，信徒的卡埃尔卡加，我找一下，我记得我好像有那个舞台的资源厂商，嘿，我请他送一个舞台来过来看一下好啊，我看我姐，啊，找不到，算了。反正就是这边会放舞台，啊，我们就站在这个上面、哦、啊。首先，我会想要让那个所有的信徒就站在这边，就站在这个上面这样子。没有，就站一条线，我们就对齐这一条，就对齐每一条线。哦、地板有线，地板有线嘛。然后就对着这边，然后就可以开始这样子，让他们在这边。哦，布鲁布鲁。哦，这个可以。啊，然后让那些还没加入的粉丝在台下、哦、这样看着。哎、欸，不噜不噜，多好啊，没办法哦。然后那个光就这样打下来，然后重点是，这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跟台下这些人说，来，你们现在，因为你们有过来，所以我们给你们每个人100块，只要你们加入神机如来教，我们就给你10000块。那哈、哦，入教。要会费100000，我给你10000，所以你再给我90000。他就会讲说，师傅，我身上没带那么多钱，我就10000，我就会跟他说，好，那你10000退回来给我，还欠我90000这样子。对，你还欠我90000。哦，这样是不是新地址？对不对？啊，可是这样子办这个活动，是不是要先让海雄新闻去写一下新闻啊？啊，对，还有一件事，因为空空现在不是那个了，我那天在医院遇到他，他说他变那个医师了。而且现在新闻好像没人在写呢。不是哦。哎呀，这样就有点难宣传这活动啊。嗯，然后再来第二点就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们这边会有舞台车啊、嗯，因为我有跟灰色酒吧那边谈好，就是他们会有那个
大的那个车子在这边。对啊。哦，然后有四个小姐姐在上面跳舞。哦，四个小姐姐，医护的少女时代的、哦。哎呀，哎呦，我有问啊，他们 OK 哦。允熙说 OK 啦。哦，真的哦，大炮一定有期待。哎，按照那个 PANIC 代表什么意思吗？就是 Power and New in Chicken， 就是欢迎有力量和新人加入我们神机如来教。